孙哥，哎，找着孙哥了啊！最近呢，我野钓钓草鱼，老空空了好几天。孙哥呢，实在看不下去了，说给我露两手，让我好好钓，好好学，把我约到了北湖啊，大水面，找着孙哥了，咱看看孙哥是怎么露两手的。水太浅，别惊着鱼了。哦，你说你掉到草后边藏起来了。老六啊，这有的学。目前钓着了没？没有，刚打完窝。刚打完窝的，给我打窝了没？一会儿我遛一遍窝，你看看哪个窝是你的。啊，你说让我就拿个杆子过来，我就拿了个杆子，拿了个线组。就一个杆一个线组够使了，完事儿。不是哥，等会儿等会儿，孙哥，帮我弄弄啊。咱是长杆短线是吧？长杆短线，轻飘一单钩挂玉米钓。啊，4号线，不知道能不能撑住了。4号线撑不住，这多大鱼啊这里头？大的5、6斤吧。全是草鱼。问题是野鱼啊。野鱼有劲儿啊。啊。那我赶紧把这杆支起来，支起来，一会儿。钓你的窝子，我先带你遛一下窝。啊，先带我遛一下窝，那一会儿再支杆子。走。我靠，就这么事儿，就这么事儿，20-30公分的水深。水太浅，所以说不能大声喧哗。啊，不能吹牛逼，也不能扯皮。甚至于你得蹲着钓。蹲，快蹲下。跟做贼似的，钓草鱼就得这样。我在网上看了好多老六，都是这么钓的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也没钓过小强。小强嘞？小强那边去了。你这样，哥，我去看看他去。嗯。你先溜着啊。小强比孙哥钓的好，孙哥刚才说了，咱过去看看。走。请来。听说孙哥在这儿钓都钓不过你。恁俩放一块都白给。哦，我俩放一块都钓不过你。哎呀，白给。不是，你看我拿个杆子过来，拿了个6号的线，3号的子线够不够？嗯，试试呗。试试呗。试试吧。这咋弄？这长杆短线呗。长杆短线就行。行。谁牵？谁牵啊？嗯。行，先把杆支起来。线组已经弄好了，用了一只7米2的霸王号2代。对付草鱼，你得是不是尊重它一下？线组呢是6拉3，4.5克的漂，水呢就这么深。找大师，怎么钓？学习一下。有没有什么精华教教我？精华就是一定要干净。第一个，这水浅。再一个，本身这个草鱼浅到多年，它就容易受惊。第二个就是你别钓整窝。钓窝边啊，因为它窝里边一片玉米，你那个钩上面那个玉米在里边目标很小啊，给钩不用晃大，这个草鱼拽着跑啊，它说句不好听的，它就是有点傻，要数有钩啪狠了，数10个数你再提它都不带松口的啊。你说这鱼没吃过好东西，逮住吃就是死吃，狂口。行，留一下他的窝子啊，走，钓窝边靠着草。你平常在这儿钓着过没？怎么钓着啊？连杆子。连杆子？啊，不是，你钓的鱼多大？都7-8斤。全是草鱼。啊。连杆子。啊。那忽悠。来口了。还没给你介绍，小强呢，是孙哥的关门大弟子，像野钓这块鲤鱼、草鱼一把手，好使。钓个尾的干啥？啥味儿的？研究这草鱼为啥喜欢吃尾的？我这么一嚼啊，酸，所以草鱼喜欢吃酸，就根据这个尾子来的。
不过我仔细一品，还带点咸。然后草鱼重口味，喜欢吃咸。是不是还有腥？还有点腥臭味？没有啊，就发咸，发酸，有点涩。一会儿给你挂那个苇子去。把这个苇子叶挂上是吧？等下用玉米豆再熟会儿，如果实在没口，咱就挂苇子叶掉。你看水里边的苇子了没？都让草鱼啃光了，都剩杆了。岸上的没啃，水里的全啃光了。不行，有点酸。守了两个多小时，一口没见。我去看那两个大忽悠在干什么。走，偷杆子吧。咋回事？两个大忽悠。晚上你请吃饭吗？晚上准备商量让你吃饭，请哥吃饭嘞。小强吃啥嘞？晚上呀？俺给这儿。你这北湖扛把子现在都钓不着鱼了。哪回俺都没空过。你的功力太大了。自从你来了，俺俩都空了。我感觉不是那个事儿。再钓十个小时就有口了。咱守的时间太短，是吧？啊，今晚谁也别走了，住着，钓到明天早上六点准有口。大忽悠，大忽悠。晚上吃啥？你磁场太强大了。我说晚上吃啥？没钓着，没钓着你请客，钓着我请客。那我赶紧钓鱼。加把劲啊！你钓着我真请客。行。啊，钓不着你请客啊。行。好。怎么样，森哥？找来钱了？你得离我远点啊！你不能离我太近。我不去。我就是个作证的。我就在这儿，我不走了。我离远点。说我闭了他们的口。我现在多厉害了，钓草鱼那杠杠的。晚上谁吃饭来？谁请来？小强，他把咱俩喊过来了。他说他这之前来的时候说了一句啥不？你和森哥加起来，你俩都不行。他说的话。什么情况？放弃不？放不放弃？不放弃。就这还不放弃？八点了呀。咱吃也别吃太好。路边找碗面，我就加二十个鸡腿就行。几点了？八点了。八点。七点四十。八点。七点四十，七点半。七点半。嗯。再钓十分钟，十分钟啊！哎呀，这鱼炸水了，不能说这儿没鱼，鱼确实不少。你平常来这钓都是早上吧？嗯，都是早上。下午不行，再加上今天天特别闷，所以说晚上来吃饭你请就行了。啊，你现在认定是你归期重，不管重不重，他话都说出来，你和孙哥加起来你俩都不行，这。现在还是不行啊，对不对？是，咱都不行。鱼是能看到，钓不着。孙哥已经收了，不行我也去收去吧。兄弟们，晚上蹭饭了啊！这喊过来一条没钓着，钓法不错。啊，我这好好看，好好学也没钓着。收。下回早早来，早上早早来钓。指定能钓着，今天就这吧，拜拜。